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怎么可能什么事都没发生？你衣服穿得好好的，我可没有。我有对你做什么吗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来，别再管了。你这么烦我，我很难过。我可是你的恩人，也是你的贵人。恩人，贵人。而且昨晚你还把你自己卖给我。你不要乱说。我没有乱说，我们可是有签合约的。这是你昨晚亲手写的合约。走了。没有。那个男的是谁？乖了，朋友们，走了，送你回家。还骗人！洗个澡，就可以睡觉了。好，怎么样？走，是了。你喝那么多干嘛？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啊？我送你去。不要。还是我送你回面包店，你再请家人来接你。没有了。店卖掉了。你是说面包店吗？食材刚开幕，怎么会卖掉了呢？我没有卖，不想卖，面包店没有了，回忆幸福。从头都没有家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不在家，你昨晚根本没回家。不在家，那我在哪里啊？你是不是有喝酒？我灌啤酒就倒的人，给我跑去喝酒，找死啊你！
我去接你。你醒了。对方听起来好像很急，哎，就这样挂掉好吗？你是谁？我。我为什么跟你在这里？你忘了？我们昨晚那美妙又奇幻的互动。你别乱说，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哦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怎么可能什么事都没发生？你衣服穿得好好的，我可没有。我有对你做什么吗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哎，别再管了。你这么烦我，我很难过。我可是你的恩人，也是你的贵人。恩人？贵人？而且昨晚你还把你自己卖给我。你不要乱说啊。我没有乱说，我们可是有签合约的。这是你昨晚亲手写的合约。我怎么可能？这一定是你伪造的。我又不认识你，怎么可能跟你立合约？看来你是真的断片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不要难过了，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能重新开始。保重身体，重新开始。对，那既然店卖掉了，你又舍不得，那就努力赚钱把它买回来。我没钱。没钱就想办法赚钱啊。可是要好多钱啊。只要遇到贵人，就能赚到多钱。贵人？对，像我就是贵人。你愿意帮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话要说清楚，这样我才知道你的要求啊。你愿意当我的贵人，让我赚钱买回面包店吗？原本我是不想答应的，但是你一直求我。哎，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为人，就是人太好，心太软。哎，太容易相信人，容易被人家骗了。我不是骗你啊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。手机里面那个我不是我。我说要你买下我，意思是我可以付出我的体力，贡献我的劳力，挥洒汗水那种啊。就是你愿意做牛做马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这个语义不清的合约我们就一笔勾销啦。哎，但是我不想勾销，因为你已经成功的勾引我，让我对你非常有兴趣。